行路不一定是真的，就是每一个资料都看，然后就会发觉，哎，这杂志为什么凸起来还比较厚？你仔细一看就发觉，有其中两页是他粘进去。几家页进去？可以这样子？没错，他一定都拿国外的杂志。对，然后消费者也不可能真的去买到那一本，甚至他那一本可能是18年前的对杂志。我这个产品在法国最厉害的杂志里面都有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打个单。